果是什么？你到底长得健康还是不健康？健康，对不对？那拿的时候，你们等一下就是这样拿在手心上面。那我们来老师再教你们怎么把它种下去，好不好？夏天的时候，它会喜欢在这个栾树的树干上面聚集在那边，它们在那边交配，然后吃东西。那春象，刚刚提到春象是素食还是肉食动物？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在学校里面，然后他们很少有机会像我们小时候一样，就是接触泥土或者是真的去种植东西，然后他们都没有，他们看到的食物通常都是已经料理好的或者是处理过的，然后他们现在有机会能够看到植物是怎么长大的，然后他们平常吃东西怎么来的，我觉得很有意义。去种菜，当麻鸡，自己做麻鸡，吃麻鸡一样的东西，他们变得跟三年二班的同学玩，跟别班的一起学习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，观察你们吃饭干嘛？对、啊，可以观，可以观察自己种的植物，是不是？我来教你们种的。好，学习各种不同的种类。我的话是觉得可以跟小朋友到外面来上课和进行。对，博物馆四堂课都非常的喜欢。尤其是他们印象最深刻，大概就是当马课，对，当马课就是第三堂课，然后还有今天的这个课程就是包越南春卷，塑胶春卷，塑胶春卷，对，好，你们要讲一下你们最喜欢的，最喜欢当马，当马的那个春卷，碰碰的 ，OK， 好，应该是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过，当课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所以其实这个经验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。因为我觉得这四堂课其实已经可以帮助他们，然后知道要和环境共生共处，并且让他们能够去学习去珍惜和爱护我们这整个大自然。食农教育哦，应该是算一个从小扎根的工程。我想，如何把孩子还有家庭的关系建构在跟土地的连接上面，我觉得这个是现阶段我们关心。台湾环境的人真的要花一点心思去着力的。